第五十五代黄德辉祖师，东土九代九祖姓黄，慧德辉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德慧双美，佛性不昧，经卷一览便通，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摇接道统阐道说法，人皆称为神童。因度众心切，肯倒上苍早开普渡，诚敢上天而得理本愿忏雷俺三经，玄机大泄，又者黄极金丹，欲作三会收元平镇，复后杀生了道，法父无祖继承。